了一眼，恐怕天色就要亮了。我开始有点明白，我们的爱也要散了。你像过去那样走来，紧紧用双手将我环绕，你的温柔其实无道，要我换你怎样的笑。我明明都知道，这将是最后的拥抱，你给我一个圈套，我不能跳不能遁逃，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，我想留的你想忘掉，曾经幸福的痛苦的该你的该我的刀子一笔勾销，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，不痛的人不受煎熬，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人，相信天荒地老，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老。参见皇上。王将军平身。谢皇上。朕召你来是想问你最近是否有秦琼和柳絮的下落？臣无能，尚未找到。以前天下未定，不好寻访。可如今朕已经继承了皇位，内外也都已经平定下来，再查访不到，恐怕说不过去了吧？皇上，臣尽力寻找，可是真的找不到，还请皇上另觅贤才，担此重任。不。朕就信任你，其他人或许可以找到他们，但是能够劝他们回长安的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呢？朕总是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跟他们冰释前嫌，重续旧好。皇上放心，臣定竭尽心力寻找他们。再说昔日瓦岗寨弟兄也对武帝和柳姑娘思念甚深，于公于私，臣定当全力以赴。好，王将军，如需要人马，尽可在各州府调派，由你全权处理，替朕找到他们。酒来了，哎，酒来了，五哥，酒来了，酒来了，酒来了，是不是又是你们两个把我的酒偷喝了？哎，这个可是我们刚刚给你买的哦。五哥，我们俩算起来你的酒快喝光了，所以特地给你买的酒。好，我尝尝。秦叔叔，你怎么了？小鬼头，你又在我的酒里耍坏了，我掐死你！哎，五哥，来喝我的吧，我的绝没有兑水啊。来来来，二太来，一块喝一杯。我不能喝酒的嘛。哎，你自己喝。男子汉哪有不喝酒的呀？再说我还有话跟你说呢。来，干！啊，喝喝。二太，啊，这些年下来，我发现你这个人呐，又老实又本分，而且一点都不懒，实在是个难得的好人呐。真的，我真这么好？当然。
我不得已留在这儿，暂时无法离开，实在是觉得很尴尬。你干嘛要离开？我们住在一起不开心吗？哎，我总得为你考虑，为我师妹考虑吧。二丹，如果你是因为我，你可千万别。哎呀，五哥，你说到哪儿去了？怎么会呢？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可这么多年都过来了，我恐怕……恐怕？你恐怕什么？有些事啊，有些事情是不能让女人先开口的。更何况，我师妹个性这么强。来，二蛋，干了这杯，拿出些勇气来，去向我师妹表明心迹啊！来呀！叫什么？二蛋，你啊，不会喝酒啊，就别喝。看把你一张脸喝的跟猴屁股一样。二蛋，你怎么了？人家说喝酒能壮胆，可是我的胆子一点也没有大呀。哎，你壮胆要去干什么事儿啊？你去跟你娘说一句话呀。哎，说哪句话呀？说。我不说你们也都知道的了啊。那你快去呀。我不敢嘛，万一你娘不愿意生起气来不要跟我们在一起了，不是人现在这样都不行了吗？现在我还能天天看着你娘和她说话，还能吃到她亲手做的饭，已经很知足了。哎呀，二蛋，知足啊那是你，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柳姑娘知不知足啊？她需要什么呀？我哎，你以为整天拿着条丝巾就可以了？你这样子啊，人家一辈子都不会感激你的。人家要的可是个实实在在的老公啊。对啊。哼，哎，二蛋，你要再这样下去不努力，没准蛋蛋他娘一生气，还真不跟咱们在一块生活了呢。就是啊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俩就别说二蛋了。哎，爹，用不用我去给你探探我娘的口气？哎，娘，蛋蛋，找娘有事儿啊？啊，娘，蛋蛋想问你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到底是不是你跟爹生的？哼，傻孩子，当然是了。那你现在还讨不讨厌爹？我如果讨厌他，又怎么会跟他相处这么久啊？娘，那你为什么不跟爹住在一起啊？这，现在这样不是也挺好吗？不好不好，现在这样跟瓦岗寨有什么区别啊？人家爹娘都住在一起，我也要爹娘住在一起。蛋蛋，这些话是不是你爹让你来问的？不是啦，是我自己的意思。哎，娘，你到底同不同意吗？有些事情，并不是娘一个人能解决的。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你爹？哦，我懂了。你个小鬼头，天底下好像没有你不懂的东西。回去睡觉吧，明天还要干活呢。哦，走吧。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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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呦呦呦！哎，快说说说，小祖宗啊，你娘同不同意啊？我娘没说同意，也没说不同意。啊，这怎么会这样？不过，娘说不讨厌你哦。啊，真的？你娘真的这么说啊？嗯。哎，那你还犹豫什么？赶快自己去说啊！哦，我现在就去讲。哎啊，都这么晚了，你不睡觉了，明天再说吧。哦，好，睡觉，睡觉了啊！睡觉。哎，二蛋，刘旭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呀？我你有事找我？哎，我有我
正好，我也有事要跟你说。啊，啊，什么事？最近，蛋蛋好像跟银杏闹别扭了。小孩子总是这样的，一会儿吵架，一会儿又好了，没有关系的嘛。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。哎，二蛋。不脱怎么游啊？来！我不游了！啊，不游了！来，弟兄们，把它扒了，走！你们自个儿游吧。游？怎么了？这不理他，咱们自己游，自己游，走！蛋蛋，你回来了。哼。哎，蛋蛋，娘，蛋蛋，你要是受了什么委屈，就跟娘说说吧。我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提这个？今天何邦他们拖着我去游泳。我不肯脱衣服，他们就硬要扒光我的衣服。游泳当然得脱衣服了，你为什么不肯脱？你看看我，他们一个个那么壮，我就还像个小孩子一样，我敢脱吗？蛋蛋，虽然你的身体还是个小孩子，可是你的心智却应该是青年了，很多事情不能再像孩子一样处理，这样是没法解决问题的，所以我才会觉得很痛苦。当初我为什么会傻到吃了不老丹呢？我恨死了。难道连孙思邈也不能帮你恢复正常吗？如果还有挽救的机会的话，我早就去找他了。既然这是无法改变的事情，你就应该学着接受这个事实，以免痛苦终生。这个事实我可以接受，但是我不能没有银杏。蛋蛋，命运是最残酷的东西，谁也无法摆脱命运的捉弄。你应该很了解，娘这一生就是毁在命运的安排下，没有机会为自己做任何选择。我苦命的孩子，为什么我们母子注定要忍受命运的捉弄？娘，我真的不甘心，让我若无其事的看着银杏嫁给何邦，我真是做不到。你的心情，娘非常理解，可是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？总不能硬是把他们俩拆散吧。哎，回来了。柳絮，柳姑娘。二蛋，一会儿你到我房里来，我有事儿要跟你说。哦，好。哎，二蛋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有好事来了，快去快去。哎呀，赶快去啊！二蛋。哎呦，他是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刚才柳姑娘找他，让他过去说话呢。真的？哟，二蛋，你可以呀、啊！这么一来，要当新郎了。哎，帮我看看，我穿这件合适，还是穿这件合适啊？我觉得这件好，这件好。你看我，看我穿哪件好啊？不知道。
哎，太太，试衣服，先穿衣服，。有戏，二蛋，你这是要过年啊？是啊是啊，我现在真的像过年一样高兴啊！不是不是，我真的像过年一样。其实你不用说，我也明白。明白什么？这件事嘛，我知道你和我一样，我们都是不好意思说出口。二蛋，我是想跟你说说蛋蛋。蛋蛋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他肯定支持我啊。二蛋，我想让你多安慰安慰蛋蛋，他为了自己长不大，银杏要嫁给别人的事儿很苦恼。银杏呢，也为这件事情很为难，他不想伤害蛋蛋，可又不能一辈子不嫁呀。你是想跟我说这个啊？是啊。啊，这孩子喜欢人家就不管人家是不是喜欢自己啊。二蛋，你和蛋蛋在一起时间长，你要从旁多开导他才是啊。有些话当爹的说比当娘的说管用。好啊好啊。你要多安慰安慰他，蛋蛋很聪明，他会明白的。我一定会当个好爹的，一定对他多加留意。以前我照顾他不多，没有尽到当娘的责任，辛苦的是你。不会不会，那我先回房了。哎，二蛋，明天再说吧，今天也太晚了，该睡了。好。丹丹，你一早就不见了，害得我找了你半天。你找我干什么？你娘很担心，叫我找你来好好谈谈，有些话想跟你说一说。谈有什么用呢？再谈也改变不了事实。难道你要为了争银杏的事，让所有关心你的人都担心，是吗？好了。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已经想开了。你真的想开了？不想开又能怎么办？丹丹，其实好了，好了，咱们回家。何师兄，你们来一下。你们练功去吧。啊，哎，好嘞，好。蛋蛋，什么事儿啊？这对珍珠是我把皇位让给李渊的时候，他赏给我的，现在送给你们俩。蛋蛋，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不能收。你就拿着吧，这个。就算我送给你们俩的贺礼了。你跟何师兄从小一起长大，样样都般配，还等什么？干脆赶快办喜事好了。哎，何师兄，你以后要对银杏好哦，不许欺负他，不然我可不饶你哦。蛋蛋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对他好的。嗯，蛋蛋，谢谢你，以后我们还是好姐弟好不好？好吧。哎，那你们继续练功。嗯，我先回去了，下次再来找你们。当男子汉好难呢，我再也不要当男子汉了。
丹，别哭了。你别怪我。哎，丹丹，你可别哭坏了自己啊啊！我倒想哭坏呢，可我哭不坏，我是长生不老的。你这小子真没出息呀、啊，还不如老爹我呢。想当年我和你娘被人拆散，让人从皇宫里赶了出来，也没有像你这样啊。你行了，别提你那一段了，谁像你一样厚脸皮啊？啊，丹丹，好了，哭过了就忘了他。我也吃过不老丹的，也不能变老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嗯，怎么会一样呢？你已经长那么大了，你可以娶娘，我能娶谁啊？还说呢，别忘了，除了你们两个，我们大家都在长啊。你没发现我跟咸菜现在也老了许多？还有啊，你娘也在变老啊。二蛋，你要再不抓紧时间，你就是想让柳姑娘享福也没机会了。柳絮她变老了吗？我没发现啊。你天天那么看着她，在你眼里啊，她跟天仙一样，你当然不觉得了。哎，不信你问蛋蛋。嗯，蛋蛋，你觉得你娘变老了吗？我娘还是天下最漂亮的。哎呀，不过她是老了一些。哎呀，那怎么办？你娘一辈子还没享什么福呢。都怪孙老头给咱俩吃了长生不老药，现在后悔没有用啊。哎，这样这样，以后呢咱们对你娘好一点，什么事都帮她做，让她开开心心，人开心了就不容易老了。哎，柳絮，柳絮，以后呢，这些洗菜煮饭的粗活让我来做好了，免得把你的手弄粗了。这怎么可以啊？还是我来吧。不用不用，我慢慢学嘛，很快就学会了。你看你这么辛苦，会累坏的。不行不行，我看还是我来吧。不用不用，蛋蛋，快带你娘上街转转，今天赶集，街上可热闹了。娘，我陪你去逛街吧。二蛋，你行吗？啊，行行行。走吧，赶快走吧，走啊！娘，快走吧，快走。哎，买糕饼嘞！真热闹。来，娘，我买块糕饼给你吃吧。还是娘买给你吃吧。嗯，买糕饼吗？新鲜的。哎、对，来两块吧。两块钱一块。好，哎，拿这块啊。好，哎，给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嗯，还是你吃吧。蛋蛋，买糕饼。今天的主意是你出的吧？错，是我爹出的。他说你太辛苦了，要让你开开心。真的？真的。咱们走吧。闪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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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备用的东西，连琵琶都拴不住啊！不是，老爷，哎呀，小娘子，家奴无用，惊了娘子，我王老虎啊，给您赔罪了。不必了，蛋蛋，咱们走啊，走，有动坏心眼儿。哎呦喂，老爷，咱就这么就算了。哎呀，奴才呀！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搞到手。二蛋，哦，回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？街上热不热闹啊？哎，热闹是热闹，就是有点过头了。热闹还有过头的吗？刚刚一个不长眼睛的东西，差点撞到娘。啊，柳絮，你没事吧？
没事的，我没撞倒，倒是那个家伙从马上摔下来了。哦，那个家伙还一直盯着娘看呢。蛋蛋，没事的，咱们不理他就是了。吃饭吧。二蛋，这些都是你做的？是啊是啊，我粗手笨脚，当然比不上你做的了。吃饭喽，二蛋，今天下厨房做什么好吃的啊？啊，这个猪手汤了，清炖猪手，红烧猪手。啊，都是猪手啊！哎，你就是不会做饭，也没必要跟这些猪过不去啊！哎，你就不怕晚上这些猪来找你索命吗？哎，这些啊，都是养颜美容的东西哦。二蛋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做饭不是做给我们吃的吧？你们想吃便吃。哎，娘，你快吃吧，吃了这些东西你就不会变老了。柳溪，你快来吃吧，你要是喜欢，我天天给你做。二蛋，你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大家坐下来吃饭吧。好好好，吃饭。来。妈妈，请教呢，请教呢。哎呦，这可不好意思啊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呀，王员外呀，那就谢谢您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不是我老婆子夸口啊，这四乡八寨的，娶媳妇儿的，嫁闺女的，没有我不行。那是那是。除了棺材里躺着的人，只要是这档子事儿，没有我办不成的。所以呀，我就全仰仗妈妈您了。啊，你放心吧，全包在我身上了。好。哎呀，员外呀，你看中了谁家的姑娘啊？哎呦，我只是在集上看了一眼，还不知道她是谁家的呢。哦呦，不知道她是谁家的呀，那就不好办了。不过我已经派人打听清楚她的住处了。哦，有住处就行啊。让我老婆子先去探探他的口气。哦，员外啊，啊，你等着，别着急啊。不急不急，只要妈妈把这件事办成了，我王老虎还有一份重重的厚礼，呈给妈妈。哎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。哎呀哎呀哎呀进来。二蛋，柳絮，我炖了碗参汤，你趁热喝吧。二蛋，你哪来的人参啊？买的。买的？你特意花钱给我买人参，可是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我攒的，咱们这些年要穿有穿，要吃有吃，平常也没有什么花销，总能攒下几个钱的。听说参汤很补的，你要是能常喝，没准也能跟我和蛋蛋一样，能长生不老呢。二蛋，嗯，你的心意我都明白，可是我并不想长生不老，人早晚都是要死的，我又何必强求呢？可是蛋蛋不会再长大了，你却在变老，那将来岂不是很奇怪吗？到时候我就做你们的奶奶好了。不要啊，你长得那么美，还没过上好日子就要变老了。哎呀，都怪我呀，要是当初我把那颗长生不老丹给你吃了那就好了，我反正长得又老又丑，也不怕再老一点呢。美貌又能怎么样？它带给我的折磨还少吗？二蛋，你和蛋蛋能长生不老，我为你们高兴，和你们生活在一起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以后不要再买这么贵重的东西，钱留到紧要的时候再用。嗯。参汤你留下，我会喝的。你慢慢喝，那我走了。嗯。你早点休息啊。好。
哎，大妹子，大妹子，能跟你打听个地方吗？妈妈，请问吧。啊，这儿到东村怎么走啊？这儿就是东村了。哎呦，你看我老糊涂了，都到了眼面前了还不认识。哎呀，看来大妹子是东村人啦。嗯，妈妈是来走亲戚吧？哎呀，走亲戚，走亲戚！哎呀，走了半天的路啊，哎呦，都走不动了。哎呀，大妹子，你可真好看呐，从头到脚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呐，哎呦，这是标准的美人啊。妈妈过奖了。哎，那是过奖啊。妈妈，我长这么大从来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啊。哎呦，真好像是天上跳下来的一样。将来谁要是娶了你啊，那可真是天大的福气哟。娘，哎，这个是刚才大宝在田里摔了一跤，你帮忙洗洗吧。好，就搁这儿吧。他怎么这么不小心呀？哎，这是你儿子啊！啊，丹丹，快叫婆婆。啊，婆婆。啊，哟，你已经有这么大的儿子了？嗯，我还大，我都好久没长了。哎呀，你瞧我老糊涂了。哎，大妹子啊，你可别介意呀啊。没事的，谁叫你长得这么年轻呢？可不像个有儿子的人。那当然。我娘是的，快去帮他们干活吧。嗯。对话，你呀，哎呀，哎，王老爷，老爷，王老爷，刘媒婆求见，下去吧。王老爷，哎呀，你这个媒呀，我是做不成了，这银子还给你吧。嗯，怎么做成？哎呦，这小娘子是有儿子的，都八九岁了，看样子她十年前就结婚了。老爷啊，你是不是来得太晚了点啊？你说什么？她已经有了一个八九岁的儿子了？啊，此话当真？哎呦，我亲眼所见，还能假得了啊？就算她有老公，我王老虎想要搞到手的女人，却一定要搞到。老爷啊，天下漂亮的女子多的是啊，你要是愿意呀、啊，我去给你说一个如花似玉的来，何必在这棵树上吊死啊？不行，我王老虎看上的女人就一定要搞到手，就算她有老公，也肯定是一个只会种田的乡巴佬，怎么能跟我王老虎相比啊？是啊，那个刘妈妈，请你再想想办法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除非他自己愿意，对老爷一见钟情，抛夫弃子的来投奔你，不然的话呀，就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啊。对呀，那个小娘子整天和那个种田的乡巴佬在一起，自然不知道天下有比她更好的男子。我何不亲自去相看他一回？哎呀，小娘子，这么巧啊，我们今天又见面了。哎呦喂，娘子，哎，哎，娘子啊，那天我手下的人不懂事儿，得罪了娘子，我回去啊，狠狠地揍了他们一顿。今天凑巧啊，再给娘子赔个不是。不敢。哎，等等，娘子，咱们再说说话不好吗？咱们碰到一起，那就是天赐的缘分呐。哎，这天意哪能随便辜负啊？你不知道啊，自从见了你以后啊，我天天是茶不思饭不想，心里只想着你。滚开！哎，娘子，你生气的样子真可爱，我就喜欢你这性格。嗯，谁叫二蛋呢？啊，我是啊。哎，村头那十五亩二分地是你种的？是啊。嗯，我是王员外家的账房先生。
今天啊，我特地来通知你，咱们原定的租子是三成，对吧？啊，今年啊，年景不错，四乡的庄稼长得也不错，原定的三成租子、啊、太少了，我们老爷说了，要准备涨到六成。啊，哎喂，你们怎么说涨就涨啊？就是啊，年初讲好的，怎么能说变就变呢？往年年景不好的时候，你也没说减租子。哎，要想讲理，你找我们老爷去。你们交不起租子，可以把田退了。我们凭什么退田啊？就是啊，现在庄稼都长出来了，我们不退。对，我们不退，你们欺负人。什么？还想造反不成？哎，别吵别吵，赵方先生，能不能跟你家老爷说说，加租也不要加那么多嘛？不行不行，废话，交不起租子就退田。赵方先生，我求也没用。哼，我跟你说，这租子不交是不行。大妹子，哎呀，感情你就住在这儿啊？我刚才路过这儿，听见有人吵吵嚷嚷的，我就过来瞧瞧。妈妈又走亲戚啊？哎，是啊。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哎呦，这不是账房张先生吗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我们老爷让我们来加租子，他们嫌贵，交不起租子，我们准备把田给收了。别介，收什么田呢？种田的从早到晚辛辛苦苦不容易呀，这租子就免点吧。那不行。哎呦，我和这位娘子啊熟得很，你先回去啊，跟你们老爷说把这租子给免了吧。啊，不行，我回去没法交代。哎，我和你们老爷的交情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点面子他总是要给的吧。没事啊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，哎，既然刘妈妈这么说，那家族的事儿回头再说吧。啊，我们走。走吧走吧。刘妈妈，哎，真是太感谢您了，你和我们非亲非故的，你这么帮我们，让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。哎呦，没关系，我跟他们老爷熟得很，我回去跟他们说一下就行了，包在我身上了啊。那我们真得好好谢谢妈妈了。哎呦，说了半天了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呢。我姓柳，嗯，妈妈就叫我柳儿好了。哦，柳儿，哎呀，多好听的名字啊，跟你人一样美啊。哎，我姓刘，大伙儿都叫我刘妈妈啊。多谢刘妈妈，刚才多亏你费心呐、啊。来来来，请这边喝茶吧。哎，刘妈妈，来来来，请、啊，来请吧。啊，怎么样，妈妈？怎么样？一切顺利。我和他呀一唱一和的，弄得他们呀只向我们道谢，连那个小娘子也殷勤了许多哟。哎呀，真的。哎，刘妈妈真不愧是铁嘴八哥的称号，几句话就把那帮乡巴佬哄得信以为真，佩服佩服。那是那是。我还把那个小娘子的名字也打听到了。她叫什么？她叫什么？他呀叫柳儿。柳儿啊，柳儿，这名字起得都那么勾人，天哪，让我这心里怪痒痒的。大妹子，大妹子哟，刘妈妈来了。这孩子嘴真甜呐。刘妈妈，快请坐，快请坐吧。那天的事儿啊，真不知道怎么谢您才好啊。哎呀，谢什么呀，我能帮一分呐、啊、绝不差半毫，能为你这个大美人效劳啊，这全天下的男人呐、啊、都羡慕我呢。妈妈又取笑了。哎呀，这是我做的松糕，大妹子，我特意带来给你尝尝的。哎，妈妈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我们还没谢您呢，倒烦劳您送东西。哎呦，大妹子，你总这么客气嘛，妈妈我可生气了。拿着吧。那就谢谢妈妈了。妈妈，那您坐着，我去给您倒杯茶。哎，不用了。不客气，您等一下。哎，婆婆，你家也是种田的吧？哎，种田是男人的事，婆婆哪能行啊？嗯，那婆婆是干什么的？我呀是做媒的。做媒是干什么的？做媒呀、啊、就是男有情女有意，两个人又不好意思说，我呢就从中牵个线搭个桥，就能成为好姻缘啦。那婆婆能说成吗？哎，不是我夸口啊，经我说的媒呀、啊、没有一千、也有八百啊。哇，那婆婆能不能帮我说个媒呀、啊、
哎，你这个小孩子，你还没长成人呢，就想娶媳妇了？谁说我没成人啊？只不过我把媳妇儿让给人家了。啊，婆婆，我说让你帮的人啊，不是我，是别人。谁呀？我想让您帮我娘和我爹说个媒。哎，你爹跟你娘没成亲，哪来的你呀？哎呀，不是，是他们不住在一起。哎呦，你越说我越糊涂了。哦，就是现在我们大家住在一起吧，我爹和我娘不住在一个房间里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爹和你娘还没成亲。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，成，能成。哎，婆婆，我爹叫什么你还不知道呢？哎呀，你爹叫二蛋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婆婆，哎，大妹子，我走了啊。什么？没老公？那他那儿子怎么回事啊？他虽然和那个叫二蛋的生了个孩子，可并没有嫁给他呀，听说是一直看不上他。老爷，您这婚事啊是上天注定的，要想不成还不行呢。哎呀，想不到啊，这个小娘子装得挺正经，却还欠下了一笔风流债。也罢也罢，我看就让我王老虎替她还了这笔债吧。啊，哎，妈妈，这个消息可确实？哎呦，这千真万确，是他儿子亲口告诉我的。这小崽子还托我给他爹娘说和呢。那妈妈快去吧。哎呀，有什么话非要背着人家说呀？连大爆咸菜都不能听啊？你要不怕害臊，就当着他们说吧。什么事啊？快说呀。你为什么还不跟娘说那句话？我，你不要逼我呀，那种话要找合适的机会才说的。等你呀，等到娘老了你也说不出口。我已经拜托刘婆婆帮你说了。啊，你让刘妈妈帮我讲？刘婆婆是专说这事儿的，她说一定能成。啊，好好好，太好了，我有媒人了。哎，太太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老爹，我都19岁了还亲我。给打给打，到底是我儿子，是我儿子呀。哎呀，刘妈妈，哎，来了。大妹子，你可来了，我去替你叫我娘啊。不用，这事儿啊还是我自己去的好。哎，大妹子，哎呦，大妹子。要是不愿意就算了吧，我也是受人之托，你别冲我来呀。等等，把你东西拿走。不识抬举，受苦一辈子。娘不愿意，这给你1万桂花娘，我的全是碎花瓣，甜得那么淡，心事多陌生，满脸是泪的我，你看也不看。为了和你好聚好散，不敢说出多悲伤，你的心一旦我的情未断，怎能相信我们还来日方长。请你喝完桂花酿，从此不再问怕你又是我的方向，永远都为你心乱心乱。
娘。如果你真的可以忘，不再说该谁欠谁还，想不想爱你？